横。今个俺公公给了我一个25000的存折，给就这个，他是存了一年的定期。今年7月份到期，能取？为啥就存了一年呢？他说的长着岁数大了，出去打工也没人要，指不定哪一天都需要花钱。嗯，我想了想，这钱我不能要，也不能替他保管。毕竟这是俺大辛辛苦苦好几年积攒的。他想着一直搁咱家吃饭，不好意思，想给你拿点钱。这都是一家人呢，有啥不好意思呀？再说了，咱大平时也没少帮衬咱。说这确实是的，不太杠。啊，讲讲你也看着了。我说我不要，他非让我替他保管着。主要是对咱妈太失望了，不放心他。反正是我拿着不合适，咱俩这会儿上去还给他吧。中啊。走一，来。说都不要你拨了还准了，你咋还搁这拨了？闲着拖地少拨点吧，大锻炼锻炼。这存折还给你吧，到时候给雨露当嫁妆使。你说都给你了，你还给我指啥？俺不要，你留着花吧。是呀、啊，这啥我也没买，都是恁买的。那不是应该的吗？咱是一家人呢，说啥两家话了？是呀、啊，你这胳膊这两天好点没有？胳膊好点。腰嘞？腰啥玩意儿啊？腰这组织增生就好，人家说都好的慢。是的，你就得吃吃药养养，这个也得靠养的，你光吃药也不行。那过两天你也别出去了。我给那地点弄个羊棚，买6-7个羊，你搁家喂羊算了。那羊粪生的也可快，几个月都能粪生一群。是的，啊，岁数大了，出去也没人要了，是吧？是的，啊。那个，对了，大，你这屋里边床的话换个吧，中不？床啥床啊？啊，这床不是太窄了，再一个它不是松垫儿，这谁都硬啊。我说给咱大的重新买个床，买个那种带松垫儿的，谁都不是也带的。哎，中啊，中了，也是中啊，没事。那不中了，我等后边买吧。你叫买、啊？你叫买的？那不中了，等我后边要去二手市场看看有没有那种1.5米的床，带松垫儿。中买吧，真不是。啥东西衣裳有衣裳架子挂出来的，不翻个啥？买个吧。哎，对了，李佳，你存折给咱拿了吧？这跟着那存折放这儿呢。在外头呢。你拿着给咱拿。慢点。哎呦，俺。大，你给他放下吧。俺不能。拿着吧。这样叫人妈家不去抬，给他花完了又。哎呦。这个也俺会拿，俺这年轻钱也能挣。你拿着吧，你这岁数大还挣不来钱了。是的，这钱25000块钱，你就留着养老吧。啊，这积攒这些年的，你留着花吧。啊。嗯，行，我也是照着想的。哦，你别拨落是说了，多慎点歇歇。人家不是说这腰疼叫多歇歇的。你也别想那些，以后你都住这算。嗯。俺妈那些事你别往心里去。是的。俺妈呀，我也真是。一辈子你能不知道啥他啥脾气，是不是？中了。那下去吧。中了，那咱下去，我去看看咱那西瓜叶出来了不？走。啊。过两天我去铺铺膜，好给那西瓜栽上。中啊，能去啊！别拨了多少砖了啊！中啊，不拨了啊！李霞，上一次你去江苏不是拿了20000块钱吗？要不咱花10000多给这鱼塘承包起来吧？那还是先给地种好吧，你别想那些了。行行行，那行吧，我不是想着给你商量一下吗？是不？这西瓜叶处理还怪好的啊！啊，这有点干了。都是撒的水吗？嗯，这个出叶率得有90%。可是，哎，有菜，有菜，啊，你好点葱吧，等会儿咱回去炒菜吃啊。行，你这玩吧啊。嗯，我去弄点水给它浇浇，这有点干了。嗯。啥呀？谁呀？咦，你又来干啥了？这啥了又？想上你那搬箱鸡蛋，我叫你变一箱。俺没有鸡蛋了。你说这还说啥话？我从找你家里有。没有了，上一回我给俺老丈伯拿去了，家里一箱都没有了。你这孩抠成啥了？钱不给呗，连鸡蛋都不给。没有了，我上哪给呀？又说瞎话是吧？咦，俺家有鸡蛋不？没有。我上俺家看去，走。你拐路，开门开门看看，走。走吧。你害怕？姨姨害怕你，知道不？你不是你厉害吗？你还害怕我了？站下，给你看了。你别跟人抠了，你去搬一箱吧。我变了，我给你搬，中不？我上这给你弄鸡蛋，说都上俺那老丈伯去。你别搁这给俺家乱了，俺还正忙着呢。啊！我真看明白了，我真算着你是个啥人了。
行行行，你赶紧走吧。爸，你先呢。啊。哎，妈妈呢？来，你给他掀开吧，我去给他打点水去啊。你想去哪都不想给。你牛去。我就要你那去了。啊，你搬口呗，你也真口。走，快路上人家搬去。没牛姐，你别搁这乱了。你还玩啥还吗？走。哈哈你。这老太太一天不来要东西，她都气急。你看，怪不得她要鸡蛋，你看有人来变蛋呢，你看。可是。妈。哎。我想吃。想吃西瓜。嗯。哼，再等两个月以后都可以吃了。哦、对啊，啊，这西瓜叶变化还怪大的啊，一天一个叶儿。是呀、啊，过两年我也种那番茄啊、黄瓜。哎哎，你带什么叶子？你说啥呀、啊？鸡蛋是什么做的？啊，你是不是想吃扁担呀？那要不你就可以变成扁担吗？可中。我刚才是坑俺妈的，家里边还有两箱鸡蛋。行，那我去变一下吧。啊，你跟我一块儿去吧。是吧？你跟你妈妈一块儿去啊。啊。我给你穿上。我那有点。好。其实搁农村干活还挺带劲的，有开花结果的乐趣。丽雅，你要么叫上屋里边吧，咱妈要看见了，她一会儿又过来咋弄啊？没事，人家这三轮真大，也不好往顶上开。中啊中啊，那你搁这边吧，我上二手市场给咱大买个床去。那你去买吧。啊。